哈喽，是伟哥。在王者荣耀中，露娜是一个玩得好就可以无限连招的英雄。那么如果让你给露娜起个 ID， 你会怎么起呢？下面伟哥就简单的举例几个，看看你们觉得如何。第一个，给你盖个章吧，这是露娜新皮肤一生所爱里的台词。玩过这款皮肤的玩家应该都很有印象吧，用这个做 ID 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给你盖个章吧。第二个，月下连连看，露娜经常被人叫做月光女神，而她的技能又是无限连，那么叫月下连连看是不是挺好呢？第三个，月下不会连，虽然露娜可以无限连，但那是大神才能玩出来的，而大部分玩家不会玩，所以还是叫露娜月下不会连更好听。第四个，凯特妹，天美给露娜设定的背景故事就是凯的妹妹，所以叫她凯特妹是应该是没毛病的吧。第五个，莫拿老子蓝，露娜无限连的前提是需要有无限蓝，那么蓝对露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，这个莫拿老子蓝的 ID 也非常适合露娜。第六个，报我的名字，这也是露娜新皮肤中的一句台词，是那句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，反正都是给露娜起名字了，不如就叫露娜报我的名字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名字比较适合作为露娜的 ID 呢？欢迎大家随便评论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